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密世界。今天我还找到了一个开局一把狗的地图，我看了一下评论区，我都惊呆了。我是半仙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。那我是谁啊？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在这里，我才是真的。我丑才是真的，啥情况？我才是真的半仙。OK，那让咱们开始这个游戏，看看到底肿模样。噔噔噔噔，好家伙，原来在这里呀！半仙在聊天框打我是半仙有惊喜，他是说在聊天框，不是在评论区。我是半仙，哦，半仙证，这个可以干嘛？还会给一个证明，抽金币，万能钻石，不是钻石吗？哦，然后我再往后面瞅一瞅，我继续，我是半仙。我是半仙，又给了很多个半仙证，然后打开，哦吼，这有啥玩意儿？一袋儿，那好的，咱们就可以直接往上面合了，合不了吃亏，合不了上当。绿宝石的，然后这里还可以再一盒。阿普里，噼里啪啦轰！哇塞，这啥情况？我这是获得了什么？真板之刃神！诶，这里还有一个。世界崩解之狗，我的妈妈呀！这也太给力了吧！我这把武器是不是就是最厉害的了？这还有一个锤子形态，为啥没有用呢？这是假的吧？哦。原来这个是隔山打牛！哎呦，给了一个半仙证，我也不知道干啥的。然后咱们把这个给拿出来，真板之刃神，我感觉应该还有更厉害的武器在等着咱们。哇塞，这一下召唤了那么多个闪电！我看我能不能飞起来。如果能飞起来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空投给拿下来了。找一找这些工作台，然后这箱子我用不到，我把这个拿出来放上，然后点，然后半仙证没啥用，这个也不要，一箱这个丢掉，点。哦，火箭背包来也！旋风、通风、龙卷风，哎，这个空投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啊？假的吧？哦，原来内有乾坤，100个哦，真板之刃救，真板之狗，它下面还有没有？哦，发了，咱们看看，如果要把武器给合到最高等级，这需要啥玩意儿？时常奖励无需点击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哇塞，一箱钻石可以换32袋钻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这个武器如果再想往上面升，它需要什么玩意儿？
虚空，有虚空吗？我丢，半仙阵我不要，然后把这些全给合了。是不是把只留这样一个武器，把这些也都给丢到里面去，然后咱们就知道它的配方到底是啥了。这样，哦，有真满之刃神，还需要完美之斧、创世之刃、寰宇支配之剑，才可以合出来忍者之剑。有完美之斧，哎，咱们去拿点这个，我看看有没有完美之斧。它需要真满之刃心，还有真满之刃旧，还有红雾之全剑。来来来来，撸不了吃亏，哎，最高可得。一箱金币，那我直接用来抽奖不就得了吗？啊，请求加入，进入，然后我这个，那咱们还挖什么挖？我直接打开，来了，老弟呀！他现在可以全部打开，我，别给我卡掉线儿了！好家伙，这好像也没啥变化，我这个全部打开。这个还是只有这些啊？我先把这个给合一下，然后我再把这个。全部打开，哎，搞出来一箱，美滋滋，哎，又搞出来成箱的了。那我这样赚了，绝对赚了。那我再把这些抽金币的，然后我再右键全部打开，然后我再加工，然后我再全部打开，三个。是谁在偷袭啊？呵呵呵！他需要用到什么机岩剑？这个武器我是有的，你看，真满之刃旧，真满之刃神，他需要真满之刃心。哎，这武器给我搞蒙圈了。这到底咋合啊？也没有一条路啊，让咱们好好往上面跟着走。我就这样挨边坐吧，我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二不休，绿宝石剑、暗物质剑、红物质剑，下一个应该是红物质全剑，它需要稿子了。我这里面我记得咱们把稿子还给往上面升了一下。暗物质镐、红物质镐、红物质全剑，哈肯点母舰，寒领神剑、忍者之剑、寰宇支配之剑改。哦，这样一看好像也不是太贵哈。大太阳核弹，你逮不逮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是逮了。乱马之物爆款，送给半仙的大礼包。哇塞，半仙阵！我不知道这个半仙阵它有什么用。我这刚刚打出来很多了，我把这些东西，我先一合。合了之后，然后放这里，放这里，放这，放这，放这，
半仙阵可以和什么神器？也没有啊，你看。哎，扶老幼。右键没啥反应，直接左键就可以直接秒杀。算了，咱们不知道，就不管他了，就老老实实在这边往上面升。我看这个武器它到底能升多久？啊，没有啦，啊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我看看这个，怎么又有愚公搬山了？哦，哼，好家伙，原来是这样用的，真蛮直人心。这配方我都搞不清楚，还有这个小木剑、乱马之物、半仙礼包。等级21，我这个等级多少？我这个等级才15，等级16，创世之刃。真满之刃心，配方在哪里呀？真满之刃，我看一下外形。好像是这个，用机缘剑，哎，那我这不是升过头了吗？我是谁？来一个机缘剑，这是绿宝石，暗物质。哇哇哇，好卡好卡！然后重置地图。啊？这些地图好卡，他们都直接原地踏步走了。我这到底是需要点啥才可以做下一个？这种成箱的我有了，就成袋的没有，那我就来点成袋的。机缘剑。真满之刃心，还差了一个红物质全剑，还得再做一遍。这是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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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往上面每升一步，咱们这付出的都超多，是不是又得需要成袋的了？红物质全剑，红物质剑，咱们已经有2把了，现在需要镐子了，乱搞。OK，按道理来说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给做出来了，红物质全剑。红，哦，袋硕不够，哈哈哈！哎，哇塞，15，15，完美之斧，还有创世之刃，这需要的配方都一样，需要咱们再来一遍，还有环宇支配之剑。绝绝绝子的绝，
一地鸡毛，我看看这个世界崩解之镐锤子形态是干嘛的。这是何等的无情哈拉哨啊！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。看看最高等级，寰宇支配之剑，咱们已经做出来了。这满之剑，G5 和新分别都要来，然后还有红物质全剑，我疯了！太难做了，太难做了。甘地来的这个地图也得贵，他这快捷键不行了，之前这快捷键你点一下就 OK，然后现在不能跑到背包里面了。哟，还敢打我？这是等级15，我记得还有一个16，还有一个20多的。薯片，你为什么要玩火呢？这17哈领神剑哦，咱们要做忍者之剑，寰宇支配之剑改。咱们看看就行了。乱码！哇塞，64个大太阳核弹，还有这个异次元管理之刃，还有世界崩解锤子形态，玩个锤子！那好吧，咱们今天就先玩着吧。哎，虽然没有做出来这个最厉害的，不过咱们可以过来去。我盘，这还会把我往后面推？啊啦！爽歪歪，美滋滋，好嗨哟！